Hello，新浪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品牌，包括两位设计师也是非常有热情、有激情，总感觉他们俩就是总能给到很多的惊喜，就灵感也是非很多很多时候都有很好的一些灵感去设计一些不同样式的衣服。我觉得是，一个能给到人惊喜和意外的一个品牌啊。对，上一次走秀其实稍微紧张嘛，因为他毕竟是要自己去上台去展示衣服，去演绎出衣服的那个那种感觉。这一次看秀反而就是去欣赏这样一种态度，稍微放松一些。上一次是夏天的时候来的，然后这一次呢是冬天，就感觉其实。今天还是有点阴天嘛，早上的时候有点下雨，所以阴天快乐。对我的感觉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是其实感觉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的美丽，不光是它这里的文化环境也好，我觉得就是就是人也是非常的热情。对，私底下其实就是比较喜欢比较简约的风格，就是也是稍微的有一点点活力的那种。其实大学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因为我们不光是一些就是表演的专业上的课，其实也会有一些理论上的课，其实跟高中的课堂还不一样，就是比较的放松。其实在表演课上学到东西，或者一块大家去玩去做一些练习，都会感觉整个人是比较的就是开心的，比较放松。对，也是在大学里边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是跟以前的学院里面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就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去做。其实不工作的时候主要就是在家里边宅在家里边睡觉。2018年就是主要就是现在在拍摄的《天坑音乐》这部剧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呢就是会去做一些在音乐上的挑战。